煤球，干啥呢？煤球？嗯，伸个懒腰还？哎呀！今天捞点韭菜，捞点韭菜，撒点小茶粥，做点小茶粥。嗯，今天这个面不到那个跟上回的是不一样？往里面加水是吧？烫面，烫面是吧？嗯、烫面是要干啥用的？它就是烙这个烙饼什么的，它软乎的。啊，软乎不就是为了？嗯。这面得揉多长时间呢，大哥？揉好了，软乎了，吃觉得光滑的。帮它稍稍醒一会儿，咱这边就切馅就可以了。啊啊啊！嗯，这就是揉好的面了，已经成一个大团了。这是做一个什么？这是？嗯，韭菜盒，茶点鸡蛋。尝尝咸蛋儿，这是。嗯。入味了。嗯，有咸蛋味儿。这是切完的韭菜，这是要干啥呀？炒小茶粥。小茶粥这是哈。小茶粥。啊。二娘，这里面还得放点油是吗？放油不放油不香吗？啊，放油香是吧？嗯，那番茄都得放油嘛。嗯嗯。这个油是不是上回炸肉段剩下的油啊？嗯，对，之前的。嗯。咱们炸肉段可以用这个，要是炸的鱼的时候咱们可能用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再来点肉，放里。嗯。切好的肉，这是。把鸡蛋放里了，开始。嗯。这是往里放啥？放咸盐，放咸盐是吧？开始包韭菜盒子喽。韭菜盒子像饺子似的。嗯，差不多。就是饺子。跟饺子差不多是吧？嗯，出锅了，可以吃了。外酥里嫩，有没有起来吃的？这是炸土豆丝儿啊，大哥。嗯。哎呦我去！它这跟大土豆不一样。看看，这气泡，这手指头伸里面立马就炸碎。这爆牙锅呀、啊。嗯。搁点什么？这是花椒面。花椒面啊、哦。再放点菜是吧？再放淀粉呢？装盘喽。土豆丝出锅了。看一下吧，这下锅这金黄金黄，这是萝卜条和辣椒丝是吧？不是，胡萝卜和尖椒丝。胡萝卜和尖椒丝啊，这个是做啥来着？这个是香酥土豆丝。
香酥土豆丝儿，都已经好了，上桌了。这是土豆丝儿，这是西兰花炒肉，韭菜盒子，开始造吧。听说在我没上菜之前就造了酒了。我尝一尝，尝一尝就酒了。这正八经吃还不止酒呢？那完了，那大哥你做少了，你们应该多做点儿。今天给你们哥俩先吃啊。我张天一刚才一尝还尝四个，我刚才吃好几个，一尝就尝了四个。我用啊，不是，我说我比还差点，我哥还能吃，炸的挺好啊，是吗？你拍呗，没办法，你的选择好。拌一拌，好吃，没拌开，挺好，挺好，拌挺好，挺好，还有点洋葱辣的，非常完美，放辣椒呢，煎饺是吧？对，煎饺。